一个人的戒指里藏着他读过的书、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。亲爱的你，欢迎来到听书阁，我是林岩。喜欢节目的话，可以来 YouTube 收看我们的最新视频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眼光不合的人真的不适合相爱。在后台，我经常会收到这样一些留言，过得太累了，永远聊不到一起，快崩溃了。性格不合，三观不合，痛苦的折磨有谁能体会？精神的崩溃，心里扎根刺的感觉。两个人没有沟通，说话永远不在一条线上，真的很累。我和我老公三观不合，讨论的话题永远不在一个点上。不身在其中的人是不会理解这种痛苦的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两个三观不合的人过日子，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，就如对牛弹琴是一种煎熬。时间久了，会让一个原本健谈的人变得少言寡语，愁眉苦脸，就感觉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黑洞一样，会让你喘不过气来。两个人过日子，生活习惯不同还可以改，可以磨合，但是观念的不同真的没办法迁就。我的一个朋友离异多年，他从离婚那天起就彻底看开了，完全没有打算再婚，一直自由自在过日子。因为有孩子在中间，所以难免和前夫有些许联系。前夫见他不再结婚，便开始自作多情，以为还有复婚的希望。有一回半夜发消息劝他，给你20000回来吧，我保证只让你在家里，不用上班，吃喝钱我都负责。然后又颇带威胁地表示，我们男的就是比女的会赚钱，你不知道我们男人有钱了在外面什么样，很多会做对不起老婆的事，你回来晚了可别怪我。朋友看完哈哈大笑，她是那么热爱自由和工作的女人，前夫竟然把只待在家里看孩子给她一口吃的作为天大的恩赐。她对她早就没有半点感情，前夫竟然用小心我在外面找别的女人这种她毫不关心的事来威胁她。更可笑的是，她以为自己很会赚钱，实际上呢，做的不过是拼青春的体力活，干一天赚个20-30，赶上下雨或者停工能歇半个月。而她凭自己那点可怜的见识，把自己划为高收入人群，并以为只要花一点小钱就能轻轻松松收买一个女人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作家罗贝贝分享的故事，一个经纪人陪女明星做活动，李长送她上车后，听到后面商场两个保安聊天，这女的我要能有20万给她，肯定什么都干。抖音刷到一段小视频，一个博主晒出聊天截图，截图里前夫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她，就这么给你说吧，我们是离婚了，假如你要是死了，我会把你弄回来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孩子把他妈妈带回来。我这是说的假如，言外之意，你别看你现在自由了，百年之后只要儿子出面，你还不是归我。博主的回复也很干脆，放心吧，你肯定会走在我前头。回复完这句话，他大概还不放心，又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明确表示本人百年之后愿撒入大海，不归任何人所有，特此声明，感谢见证。底下是一连串的点赞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女人活得很通透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之前听过的一段话，当很多女人都不想结婚了，男人还想着找个免费的保姆。用同样的句式套用一下这个故事，就是当很多女人早就不在一死无葬身之地了，男人还想着将来找谁埋在一起，在另一个世界当家做主，接受子孙的供奉。一个洒脱，一个自大而又愚蠢，
三观和眼界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。这大概就是他们当年离婚的原因吧。夫妻能不能走到一起，早就命中注定了。三观和眼界不在同一层次的人，迟早分道扬镳。这就像李亚鹏和王菲。李亚鹏是很好的男人，王菲是很好的女人，可他们从一开始就注定不是同一路人。在丽江一次商业活动中，李亚鹏费心给王菲准备了惊喜。他把埃菲尔铁塔造型的钻戒装进盒子里，同时在里面放了许多蝴蝶。不知情的王菲还穿着旅游的衣服，忽然被叫过去，一脸茫然地看着盒子打开，蝴蝶纷纷落地。李亚鹏拿着话筒向观众介绍自己精心准备的钻戒，王菲则一次次蹲下，心疼地检视在地上的蝴蝶。当时看了这个视频，有人说李亚鹏挺可怜，那么卖力地给王菲惊喜，王菲从头到尾就没看他几眼。也有人说王菲更可怜，她分明是个会心疼蝴蝶飞不过沧海的女人，也不喜欢这种商业场合，却被拉到聚光灯下看着蝴蝶落了一地。其实王菲和李亚鹏都没有错，他们就像钻戒和蝴蝶，各有各的美好，只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路人，自然很难走到最后。最终他们就像李亚鹏所说的那样，我要的是一个家庭，而王菲注定是个传奇。我之前说过，女人可以嫁给收入不如自己的男人，但千万别嫁给眼界不如自己的男人。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基本决定他这辈子的天花板。曾经号称清华最年轻女教授的闫宁，一生醉心于科学研究，至今未婚。某网友觉得可惜，说我愿意接受闫宁这种女人，脑子比我厉害太多了，我愿意不让她做家务，我包了，只需要你生一个儿子，我来带，你挣钱。字里行间都是你织布来我交缘的美好幻想，把网友看得直乐。我相信他不是什么坏人，也没有什么恶意，但无关收入和学历，一个男人能说出这种话，就足以解释为什么闫宁不可能嫁给他，更不可能心甘情愿给他生儿子。都2021年了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男人觉得女人天生不会赚钱，女人天生就应该做家务，女人天生就应该归属于一个男人，而我只要给他一点钱或者做一点家务，就可以作为绝世好男人随意安排他的后半生。或许我们最该讨论的不是什么三观和眼界，那还奢侈了一些，把一个女人当作独立完整的个体才是谈情说爱的基础条件吧。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，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，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。世界很大，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。另外，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，听见您的声音栏目，会在每周三晚上8点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，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。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。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，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。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制作成视频，请放心，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进行保密。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，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。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，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。